注意哦，它这个我们现在的宽度是多少？宽度是 HVQA 嘛， 360， 高度多少？高度是480，啊，480，HVQA 640乘48，啊，更正一下，应该 HV， 因为 VQA 的解析度是这样的。VGA 解析度是640乘480，那 half 一半，所以是480，对，没错，480，然后乘多少？320，刚好也就是一半剖开来，VGA 的一半。那如果说我们今天要让它中间嘛，中间是00。往这边的话呢，请你用正来负的，负的。假设说我要到边的话是负多少？负160哦。OK， 那如果说我今天把 H 这地方把它改成160的话，应该是负160哦。那我们来看一下结果 ，save 一下，执行，看会不会跑到最右边呢？offset 哈，1 2 3 4 5 6，确定，有没有跑到这边来了？那当然，如果你要把它跑到上面这边来的话，那请你自己再计算，因为从上面到下面是480，所以你中间的话是240，往上，应该是往上负240，所以如果你要到这个位置的话，上应该正，上是正。不过它刚好是这样，它的原理是这样，就是这样子，往这个方向是负的，往这边是正的，那往上是什么？往上是正的，往下是负的，应该是这样。OK， 所以如果我今天我要把它放在刚好是这个位置的话，你可以去计算一下。OK， 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，试试看。